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6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全部都是张医师的答疑，还有各地的提问，还有志工的答疑分享。张医师，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放一段柔软操。然后接着我们有几道新的食谱，之后我们再开始，好吗？哇，这样非常好，好，那我们就先放柔软操。柔软操。第一个动作，双脚与肩同宽，双臂在呼吸的带动下向两边延伸。呼，双臂合十，收于胸前，小指、无名指、中指相扣。再次吸气时，双臂及头部。伴随着呼吸向上伸展，呼，双臂慢慢收回于头顶，双肩下沉，低头拉伸后颈部延时点，打开双臂去觉察唤醒上背部延时点相对应的组织器官，伴随着呼吸尽量延伸，保持身躯挺拔，好。完全放松，向上，目光聚集在食指指尖，双臂尽可能向上延伸，觉察肩部、颈部延时点相对应的组织器官。向下，呼，慢慢抬头，手臂自然放松，吸气，观想自己如同自由翱翔的雄鹰。呼，双臂慢慢向下、向前回收于丹田，双脚回归原位。好，再来一次，在四肢的带动下，觉察全身的平衡感，内观自己的体力、体伤、体寒的程度。好，回归原位。第三个动作。双脚两背肩宽的距离，向前、向下拉伸脊柱，呼，向上、向后，完全拉伸整条脊柱。借助腰部的力气，慢慢起来，双手合十于胸前，很好。再来一次，向前、向下，呼。拉伸脊柱，吸，向上，向后，完全拉伸整条脊柱，起，回归原位。第四个动作，脚与肩的距离不变，吸气，食指相扣，双臂天花板上举，左转，下腰，呼。左侧拉伸整条脊柱，吸，向上，向右，右侧拉伸整条脊柱，完全拉伸，吸，借助腰部的力量，起，向左，下腰，完全拉伸，吸，起。回归原位。第五，吸气，目光聚集在两手中指指尖，从左侧下腰侧旋至右侧，呼，很好。再次吸气，从右侧下腰侧旋至左侧，呼，完全放松，侧旋拉伸整条脊柱，吸气。从左至右侧旋，完全拉伸。呼，再次吸气时，抬头，从右到左，侧面旋转整条脊柱。呼，完全拉伸，抬头，回归原位。第六式，
打开双臂，吸，自由地从左到右旋转整条脊柱，呼。再次吸气，从右到左完全旋转整条脊柱，吸气，再一次的从左到右旋转，呼。再来一次，从右到左旋转整条脊柱，完全旋转。第七个动作，目光注视双手中指指尖，分别下压左腿和右腿，拉伸臀部荐椎，刺激相应的组织器官。左上吸，右下呼，右上吸，左下呼。好，回归原位。第八个动作，调节气息的动作，垫脚，吸气，握拳，后。好，再来一次，脚随手臂慢慢抬高，吸气，握拳，后。非常好，回归原位。第九个动作也是最后一个动作，为平甩弓，平甩弓，走，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之所以用平甩弓来收尾，因为它可以消化掉前面八个拉筋动作所带来的锐气，调和前面八个动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平甩弓它可以独立出来的，对于重病患者来说，它可以单独练平甩弓，然后最后慢慢的从第一式、第二式，直至总共九式完全学会为止。在期间，如果受伤的话，可以用我们原始点的按推及温敷来解除这些拉筋所带来的疼痛和症状。全套动作根据一条脊柱及七柱的拉筋组合而成，希望大家喜欢。温热食谱。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彩椒炒薏米，分别是黄色的彩椒、红色的彩椒、绿色的彩椒，还有松子。其实彩椒它并不是很辣，甚至说不辣，所以说我们加点那个干的小米椒，这样子炒起来就非常丰富，非常漂亮，颜色搭配一下就非常有食欲，非常有满足感。我们把水烧开，然后我们先把薏米加进烫手。把红椒、黄椒、绿椒一起下到锅里面烫熟，烫熟以后捞出来备用。锅里面下干辣椒，加点水，然后把水炒干，这样子辣椒的香味才会出来。辣椒炒干炒香以后，把薏米粒倒下去，调味，加点盐巴即可。翻炒均匀，调味完以后，我们加点姜香油下去。好，很好，很漂亮。我制作菜肴的过程当中，油都是最后下的。好，很好，我们起锅。好，起锅以后，我们同样撒上松子。素菜类的东西啊，多加点坚果，又好吃又香，然后也会增加食欲。好，这样一道彩椒炒薏米就炒完了，非常漂亮，非常有满足感。大家好，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制作分享一道
番茄辣椒炒意大利面，这个是意大利面，相信大家也是蛮熟悉的。它的一些配料有香油面啊，这个就是香油加上面粉加去下去搅拌烤熟。这个是松子，这个是起司，这个是新鲜的九层塔。我们医书里有提到九层塔，这个九层塔特香啊，我也蛮喜欢的。这个是洋葱，这个是蒜香油。好，那我们就去制作这道美味可口的番茄意大利面了。番茄辣椒意大利面，我们把这个辣椒和番茄剁成细细的末，我们把意大利面烫起来备用。好，锅里面下点蒜香油，下洋葱，下番茄辣椒。好，把它炒拌均匀。好，炒拌均匀，炒香以后我们加入水，加入意大利面，加点盐巴，加点白糖，加入起司，把起司一起下下去。好，很漂亮。加入九层塔，新鲜的九层塔。好，我们用黄油面勾芡，好，非常漂亮。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香油，很漂亮。好，可以起锅了。好，起锅以后我们加入松子，撒上一些松子下去点缀一下，这样子非常漂亮的番茄辣椒炒意大利面啊，我们就做成了，又温热又好吃。下面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麻辣豆腐。麻辣豆腐我们搭配点新鲜的香菇，还有温热性的一些食材，有红辣椒油、豆瓣酱、香菜也叫芫荽少许的辣椒、小米椒的，还有那个花椒再来一点白芝麻。我们把豆腐切成块，跟香菇放在一起，煮这麻辣豆腐有个小窍门，就是这个锅里面先加点盐巴，然后豆腐要下去烫冷水下锅下去烫这样子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豆腐待会煮起来豆腐不会变形，还是一块一块的。烫好的豆腐和香菇给它过水过滤起来备用。锅里面同样先下辣椒和花椒，再下水把它炒干。辣椒花椒炒香以后下豆瓣酱，下点酱油炒香，给它炒香，炒香以后加水，加豆腐，
豆尾一起下下去。豆腐下去炖一会儿，好，很漂亮。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刚才这豆瓣酱和酱油都是咸着的，所以下一点点就好。好，最后勾芡，勾芡。煮好，准备起锅的时候，我们下点辣椒香油。麻辣豆腐煮完以后，我们上面撒点白芝麻，然后再下点香菜，也叫下点盐稀，点缀一下，非常漂亮。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黑椒炒饭。啊，那肯定了，这个就是黑椒碎。白米饭，这个是炒香过的白芝麻，这个是香菜，啊，也叫盐须，香菇末，洋葱末，胡萝卜末，这个是姜香油。好，待会我们把这些炒起来，就是香喷喷的这个黑椒炒饭。我们开始来炒饭，我们把胡萝卜丁、洋葱丁、香菇丁下到锅里面，我们加点水，哦，不加油，直接加水给它炒熟。炒出香味以后，我们把黑椒碎一起下去炒香，把黑椒碎一起下去炒香，很浓很香的黑椒味出来以后，我们加一点点盐巴，加一点点酱油，好，然后我们加入米饭下去一起炒均匀，炒饭均匀。记住哦，我们刚开始炒的时候是没下油的啊，这个姜香油都是等到最后起锅才下的，这样子会比较少油啊，又香，因为我们姜香油本身就熬过了，就很香了。好的，炒均匀以后，我们下入香菜，加入姜香油，然后我们再给它炒，炒拌均匀。好的，炒完了以后，最后我们起锅，撒上这个白芝麻。所有的炒饭类哈，都可以加入一些啊坚果啊、芝麻类的这些下去，这样子就会超级好吃，超级香了。好，这个香喷喷的黑椒炒饭我就制作完成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色香味足，看着就好想吃，请老师点评。啊，是啊，这样煮让很多人在平常就可以当作养生来吃，而且重病患者最困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煮怎么吃，这些食谱对他们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在重病处理非常强调内热源。那内热源方面，饮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这一系列的食谱我相信能够给重病患者啊可以一些参考。那重病患者
除了饮食以外，也非常强调运动，所以这样的运动如果能够来平常锻炼，相信即便健康的人也可以锻炼来强身，那重病患者也适合这样慢慢锻炼起来，所以这一系列我都非常喜欢。好，我就讲到这里。好，谢谢老师。接下来是提问与答疑。2022年3月6日，提问与答疑。张医师答疑。提问一：渐冻人，新泽西，患者64岁，去年8月确诊为渐冻人症，全身乏力，手脚不能抬起。左腿萎缩尤其明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患关节炎30几年，2年前开始走路不稳，容易跌倒，关节常常疼痛，试过中药、西药、止痛药也吃了好几年，也打过类固醇针，也做过按摩、推拿、针灸，都是没什么效果。左腿先无力萎缩，渐渐发展到左手，然后右脚到右手。确诊时即半年前还可以用助行器步行，还能提起2只手臂运动。2021年11月23日来推广点，患者舌头发黑，口苦，容易出汗，忽冷忽热，常常脚冷，关节像伤口裂开痛，手臂近肩膀酸痛，屁股以下两腿都疼，小腿僵硬痛，脚趾抽痛，白天坐坐站站躺躺还好一点，一到晚上睡觉时常常痛到睡不着，要时常翻身，但是自己又动不了。志工诊断为重病，患者严重热能不足及体伤，对治方法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患者每周一次到推广点，先用电热灯照射及姜粉泥大面积按摩头部、头发剃光、上下背部、肩部、腿部，然后按推原始痛点，再配合红豆袋全身温敷，上下背部、肩部、肩胛骨旁内侧、肩椎、臀部都有压痛点，耳后及枕骨下沿的原始痛点特别强烈。志工解释原始点五宝的重要性，教导患者家人按推的手法及指导患者每天按推。外内热源应用方法及温热性饮食，每周志工家访一次。最近因天气太冷，患者未能到推广点，每次外出他都特别累，志工家访增至2次，每天将人帮他按推，做些伸展运动或让他坐按摩椅，这样他会舒服一些，但不持久，疼痛很快又回来。内热源一天用量：原始点干姜50克，红参50克，熬煮浓姜参汤，姜丸2次，每次10粒。一星期前干姜增加到75克。外热源每天一次，泡完热水澡后直接在卫生间趁热全身涂抹姜粉泥，来回3次，稍微用力把姜粉泥推干。旁边有电热器照射，如果睡前给他涂了姜泥，他感觉太刺激了，睡不着。患者一直未能接受长一些时间的温敷，因为容易流汗发冷，只是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一下。每晚
水远红外线热电，白天躺下来时就躺在电热垫上，晚上睡觉出汗很多次，流汗后又觉得很冷，牙齿都冷得发抖。每次出汗，家人帮他换毛巾、衣服，基本上患者自己没有什么运动，只能动动手、动动脚，扶着助行器站一会儿，家人帮他做些伸展运动。调理三个月后，患者感觉全身暖一点，舌头再没有发黑，口苦亦有改善，出汗的情况差不多，但肌肉萎缩一直在恶化，气力比之前差，疼痛更严重，特别是晚上睡觉时还是会疼得睡不着，每次按推后不适感都会减轻，但很快又回来，很多时候只能维持15分钟的舒适。两个月前所有西药都不吃了，但最近因为晚上疼得不得了，家人们没办法，只能早晚给他一颗止痛药，但吃后患者便秘了。这时患者心情低落，情绪波动大，家人压力大，有时候说话过分了让他生气。我们深知体伤是疼痛和不正常出汗的主因，而热能不足会导致体伤加重，体伤又使身体消耗更多热能，如果体伤没有改善，热源又进不去，鉴于患者对外热源抗拒，按推又未能解决体伤，请问张医师，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附上患者状况、按推及姜粉泥涂抹视频。脚动不了，对，左脚动不了，右脚也要动的，好不好？对对对，这样就可没有给，好重的人，提不起。
看到吗？看到。啊。那你啊。梅杰综合症案例。2001年在英国，我就得到这个病了。这病它会抽搐的，往上这样抽，抽到我根本睡不着了。我刚开始是那个眼睛啊，根本一起来的时候就看不到。然后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呢，就介绍我去专科医生了。他看了我，他就说你的脑子里面啊，那个神经控制不到那个肌肉，他就帮我打那个搏斗手。打了那个波动的根本没有见效，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哦很辛苦了，人又睡不着，然后我这个石头哦它会这样往下这样吐，而且那个苦力根本都控制不到的。后来我就早晚就看到这个原始的医疗法，就在2015年我就决定要回国了，不要再待在这样寒冷的气候，那根本那个西医也帮不了我。2015年12月份，然后在俱乐部金湖体育馆，那我就去听原始点的讲座。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决定要像这个原始点的方式，刚开始就做这个按推，然后我这个病抓的重点了，应该是在头部了。刚刚开始按的时候，哇，痛得很难承受。那慢慢的喝那个浓缩的姜汤，还有。开始吃那个温清的那个食物咯，冰冷的东西我就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了。就在接触这个原始的慢慢我就觉得哎这边居然有了喜事，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哦时间比较多一点了，那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就好了。我现在我觉得我体力方面哦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我每天还是保持做运动哦。我觉得我的体力是应该是恢复到很不错的境界的。我这个病啊，大概是在2010年那个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哦根本看不到。那我就去我的家庭医生，他说你的眼睛干涩，然后就给了那个眼药水我滴，滴了老是蒙蒙的，也是看不到。然后他就介绍我去在伦敦的脑专科，他说你这种病啊没有办法，只能长期服用药物来控制，不能断根。我当时的情绪控制不了啊，眼泪控制不了，那怎么办呢？心想一辈子应该是完蛋了，没有得救了。我也觉得很安慰，我能够得到原始点的医疗法。没有张医师，我敢肯定100%没有机会跟你们在这边倾诉我的病历。我要示范给大家看，我的体力是有的。运动很重要啊，真的运动很重要，所以我每天有保持爬楼梯15楼来回2趟，伏地迎身呢大概可以撑到5分钟，然后还有做慢跑步。所以我觉得哦，自力更生是最重要的，你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别人帮不了你啊。原始点学好，健康没烦恼，不是平常人能够承受的。说真的，而且我也是一个重犯者哦，每天7点就我就到巴地里面除草，然后再喷射，没有体力，讲什么都没用啊。请老师答疑。这个渐冻人
其实要回答渐冻人之前，之所以会放梅杰氏综合症，在我的看法，像类似这种病，它最重要是体力，而体力的来源，当然按推与热源会有帮助，但这种帮助是辅助性的，更重要的是患者要懂得自救。怎么样来自救呢？就是运动。我认为像刚刚渐冻人他刚开始一定不是就全部都不能动，他一定都是慢慢的，慢慢感觉哪里没有力，然后你越不去动它，那不动，那肌肉就开始萎缩，那就越无力，越不敢动。那不敢动的结果，最后就渐渐的，整个身体就好像被冰冻起来一样。那所以他有渐冻人有分轻跟重，刚开始检查出来都不严重，也就是按推热源甚至配合运动，大部分的患者我相信都可以改善。那类似梅杰氏综合症一样，也被西医认为是无药可救，那渐冻人也是一样，已经是无药可救。那西医这些控制的，对患者来讲，只会身体越来越寒，情况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以原始点来按推，还有涂姜粉泥，我认为是有帮助。但对于比较严重的患者，像刚刚那位梅杰氏综合症的患者，我认为光靠按推跟涂姜粉泥对他来讲是远远不够的。然而他今天之所以会慢慢好转，甚至情况一步一步的进步，其实不是靠人家按推跟姜粉泥，那个只不过是为了让他身体稍微舒服而能够运动。所以我们来看这位渐冻人，我认为道理都一样。梅杰氏综合症也是属于重病患者，他们全身都已经，你看都像梅杰氏综合症都已经不能自主了，然后抽搐，头有时候会不自主的转动着。那他的体力他是靠一步一步锻炼来的，你看他耕田除草，爬楼慢跑，伏地挺身，样样都来。如果他不做，我相信这位患者到最后也是会失败作终。梅杰氏综合症是这样，那渐冻人更是这样。你明明知道他会慢慢渐冻起来，但我们一般都会那赶快去往外追求，不管西药也好或原始点也好。其实真正的问题，你明明知道那个慢慢动起来，那个肌肉会萎缩，其实要对抗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我们再来讲像中风一样，中风患者常常一中风完，有些严重一点就瘫痪在床了，他根本下不来。我还遇过有重病就是中风患者被西医已经宣判你一辈子可能都要躺在床上。那时候我还没有研发原始点，但那个患者最后好的过程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当他听到西医这样讲，反正也没药啦，然后一辈子要躺在床上，然后他想，我三四十岁的人一辈子就要这样吗？他不愿意低头。所以他说刚开始真的很痛苦，
他就慢慢试着爬，在地上爬，他爬一爬，慢慢手脚稍微有力，然后他就开始有助行器，然后再走，走一段时间再运动，然后慢慢把助行器也丢掉，然后整天就在山上，他带着一个温热饮食就去山上，然后这样整天都在山上活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中风瘫痪到他现在，我遇到他，他已经是就是在爬山的领队了。那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不动是不行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位提问他们整个的过程，我们再来看这位渐冻人的过程。好，我讲那么多，我们来看他渐冻人全身乏力，手脚不能抬起，左腿萎缩尤其明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然后关节炎30几年。2年前开始走路不稳，容易跌倒，关节常常疼痛。好，我们就这几个症状来看。渐冻人只是一个名相，但从症状我们来看，他现在的问题是全身乏力，手脚不能抬，左腿萎缩尤其明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是从2年前走路不稳，容易跌倒，关节疼痛才引起的。那患者关节炎已经30几年。那很明显，这个关节炎它已经是有问题，也就是一些身上一定有体伤。如果懂得如果关节是在膝盖，假设在膝盖，那这时候就应该，如果没有人帮你按推臀部也没关系，赶快爬楼啊，一步两阶就可以。那等到这2年开始容易跌倒，而且关节也常常疼痛，等于这30年来他的关节疼痛，我相信他也一直没有好，可能都是在用一些药，外求于药，然后来想解决他，然后错过了他本来就有，我说过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然后你看他，当他全身乏力手脚不能抬的时候，他已经是认命了，因为他不能抬，然后又没有力，那一般人就好吧，那就这样吧，就不要动了吧。那不要动，你只要不动，肌肉就会开始萎缩，那肌肉萎缩了你就更没力，那这样就会慢慢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所以你看，所有的重病常常都是由小病引起的，比如关节，那关节就很容易啊。然后渐冻人在我看法，或梅杰氏综合症，在我看法都是一个病理。我们也常常看到 Parkinson 的，也是乏力，走路不稳。其实你认真来想，这些 Parkinson 的哪一个西医人治好？也没有啊。那不都是跟这位渐冻人，只是病名不一样而已。所以梅杰氏综合症也好，中风后遗症也好， Parkinson 也好，或是渐冻人也好，在我看法，他们最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自救。没有一种药可以治一种病，这在原始点里面都已经谈得很清楚。那西药它只是来控制，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西医完全没办法的。那既然没办法，你再一直往外追求，最后的结果我认为一定失败，你会越来越挫折。好，那如果中药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中药一针二灸三用药，如果针跟我们的按推
都是要解决体伤。那灸跟药只不过是外内热源来补充你，然后你这些热源要吸收转换成热能，那这些热能是让你来维持组织器官运作，但你如果不动，那这些补充也没有意义，所以你的情况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在我看法，有时候按推以热源用到极致了，但患者还没有效，不用怀疑，这些重病很多是要靠患者他运动才能产生作用的。运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怎么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全身乏力啊，然后手脚不能抬举，在我看一定是以运动为主，按推与热源为辅。也就是如果患者不动，你即便怎么按推怎么热源给他，效果都非常有限。在重病处理那一篇运动篇一开始就有讲，重病患者如果已经到很严重的时候，如果只是靠按推与热源，这是不够的。如果不配合像运动还有心理自己去调整，要怎么样来坚强克服它，一定要靠自己。如果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力还有配合运动，我后面写的终将失败。也就是按推以热源，你即便用到极限一样终将失败。所以在原始点里面这几项一定要善用，像我们说的重病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但像他已经全身乏力了，手脚不能抬了，然后又不动，那你即便用到极限都没有用。也就是患者不动，你这些按推与热源最后都是有限的，一定是在患者愿意动的情况下，这些按推与热源才能起作用。但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好，我们看下面看这位患者的整个过程。好，如果大家听懂我刚刚的一些讲法，那你看他吃止痛药也好几年，也打过类固醇这些都是往外追求，然后也做过按摩推拿针灸，但最后他自己也体会没什么效果啊，然后肌肉继续萎缩啊，体力也越来越没有啊，最后他已经渐渐感到左手还有右脚到右手已经需要不大能灵活了，需要助行器。那还能提起两指手臂运动，这个还没有。所以我说渐冻人他是慢慢演变成这样，他不可能开始就这样。那你看他现在只能剩手臂。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所以到了在求助中西医都无效的情况下，他来到原始点。那来的时候已经什么容易出汗啊，忽寒忽冷啊，常常脚冷啊，你看他关节还是没有好，关节伤口还有伤口像伤口裂开痛啊，没有伤口啊，就是还是很痛的意思啊。那表示他关节三十年来到现在还是没有好啊。然后还有加上最近还有手臂近肩膀也在酸痛，然后屁股一下两腿都在疼，小腿也僵硬疼痛，脚趾也抽痛，白天坐一坐站一站躺躺还好一点。好，那我们来看这些刚刚这些症状。好，上一页他讲脚的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来运动呢？
本来就应该爬楼了。这刚开始一期关节痛的时候，如果他能赶快爬楼一步两阶，好，即便他当时候还没有延时点了，30年前延时点还没有出来，他也不要再去往外追求哦。跑了一圈，最后才证实中西医都没有效。如果他能往内求，这时候下定决心，像梅杰氏综合症，他每天这样在动，然后要求自己伏地挺身哦，慢跑哦，耕田哦，这样每天在运动着，他会到这一刻吗？我相信不会。然后渐冻人也当然他是知道原始点，所以他还有爬楼哦，他也有练习爬楼，像他说的哦，15楼好像啊，还是30楼来回爬两趟，那这些一定要动啊。好，那你看哦，他现在他白天坐坐躺躺，那意思就是都没有坐起来，要不然就站起来，哦啊，要不然就躺，就是这三个动作，那看不出他已经还有什么哦，就是哦有什么运动，也就是他的生命力好像就慢慢被自己局限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啊，一到晚上啊，睡觉时常常会痛到睡不着，哦，要时常翻身。为什么？因为你不动啊，不动那些循环就更不好啊，所以更加疼痛啊，啊，但是自己又动不了，之前一定能动，那现在说又动不了，如果动不了，谁都没办法救，因为他已经承认我动不了了。当患者跟自己的身体妥协了，这一句话就是重点。梅杰氏综合症的患者，他讲一句话：如果我不自己帮助自己，别人也帮助不了我的。哦，这位患者他很清楚，我如果不动，别人也帮助不了我。好，那你看。如果你刚刚已经了解了，你已经承认你都动不了，也自己暗示自己，那也不想再动。然后我看志工还会帮他哦，抬手抬脚，那是没有用的。别人抬跟患者自己起来动，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那志工也知道这个是。严重的热能不足跟体伤所致。好，那对治的方法当然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主，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所有做法我也认为没有问题，如果勉强说志工的手法，我认为是有一点点要改进的。好，比如他在站按推而后的时候，他那个两脚一定要站直啊，他站得太开哦，又有一点微弯，那个就没有力的哦。然后再按推枕骨，看得出来也没有顶得很扎实。当然，这个虽然没有扎实，但是对患者来讲还是有帮助的。即便你顶得再扎实，我认为重点也不在按推。为什么？按推只是让你体伤稍微改善而已，但你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光按推是好不了的，我的看法啊。所以志工我相信也已经不错了，做到不错，然后乐园的应用也都有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包括姜粉泥啦、涂啦这些种种啊，还有红豆袋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然后他也有按出啊痛点来，当然患者有体伤一定有痛点。那既然他慢慢是渐冻人，是属于全身性，那全身就有体伤了，所以有果必有因，这个跟原始点理相完全符合的。那志工虽然跟他讲五保的重要性，包括当然运动了这些，只是按推跟手法，在我看法，志工如果没有患者他不动，他只是要让人家辅助的，应该这一个病
我看是很难好。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这个都是被动式的吧？哈，比如说，他也注意啊，热源还有温热性饮食啊，然后重点还不在于他有没有来啊，到志工那里按推啊。那志工虽然都有在帮助他啊，但是还是回到源头来啊。你看他按推没有多久啊，他疼痛很快又会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理解按推与热源应该都已经极限，真正的问题是患者如果再不动，这些按推与热源效果就不容易发挥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好，那这些热源我就不再强调，重点热源他宁愿花那么多时间在热源跟按推，但就不没有花一点点时间想去对抗身体啊。如果中风后遗症整天躺在床上，如果只是靠按推跟热源，我相信他也好不起来。一般中风后遗症如果已经瘫痪在床，最后一定是患者要觉醒，一定要下床起来走。如果都不靠，然后只是靠我说的姜几克啦，红参几克啦，姜丸几次啦，这些只能当作辅助吧，但好不了，在我看法。那外热源也是，你看都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那里做了。我这个又让我想到有一个中风患者，就是脑部出血，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感觉就是手脚无力。那检查已经中风出血要开刀，我们影片都有，早期的影片。那患者一听到知道原始点，那原始点强调要运动，你看已经八十几岁了，他一天运动多久？他本来是手脚无力，你知道中风要运动很难的，因为他正常人运动四五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一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但你看到了中风，你叫他运动个半个小时就已经很累。但这位患者意志非常坚定，他一天的运动量我帮他算一算都有四五个小时，几乎都在动。然后当然也有不动的时候就靠按推热源。好，那他以运动为主，然后他家人用按推热源为辅，结果他在半个月左右他几乎就完全恢复了。这是我看过年纪最大而手脚无力恢复最快的一个患者。他靠的是按推吗？是热源吗？在我看吧应该不是，他靠的是他的意志力。他知道如果他不运动，他可能就要被颅内开刀了，脑部开刀了，西医已经说要脑部开刀，他不愿意所以他就是靠光这样然后再配合按推热源整个效果就出来了。那你看这位患者几乎按推热源什么我在我看法几乎都用了。好，你看他也自己全身涂姜粉泥来回三遍。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旁边还有电热器。好，什么都做了，但有效吗？因为白天不是站就是坐，晚上就是躺，几乎都没有动。那这样怎么治呢？好，我们继续看下面。那 这些都是形容啦，都是重病患者很常见的你看最重要的他说基本上患者自己没有什么运动，这个就是重点，只能动动手，因为他手，然后动动脚，那扶着助行器站一会儿，因为这
动动手动动脚，然后家人帮他做伸展运动，他只是在原地可能动几下，然后扶着助行器就站一会儿。那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很难好，就好像很多人就认命了，中风瘫在床上，西医又跟他讲你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他就认了。那也有渐冻人，西医跟他讲你这一辈子会越来越身体都不能自主，然后他们就认命了，然后就躺着坐着，然后让身体慢慢败坏。其实当医学没办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觉悟啊，真正能救得了你的是你自己，靠自己运动吧。那这些看起来他几乎，你看基本上患者自己没什么运动，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道出所有的问题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调理三个月收效甚微了因为身体软一点啦舌头有没有发黑，口骨亦有改善，那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感觉也没，好像对他的渐冻也没什么改善嘛出汗情况也差不多，但肌肉萎缩还是一直在恶化，很明显嘛，正常人不动都会肌肉萎缩啊，何况你已经没力了，那萎缩的更快，那气力也比以前更差，你看肌肉继续萎缩，气力又比之前更差，然后疼痛更加严重，尤其到晚上。好，那这个情况在我看法，患者要觉醒啊，你已经错过了30年的关节痛，这些如果没有人按推，没有原始点，没有热源，我认为只要有运动然后懂得爬楼现在这些也都可以解决。那你不爬楼，只靠按推，然后按推很快又会崩回来，然后肌肉继续萎缩，那就是恶化了，很明显。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重病讲的如果重病患者已经很严重，然后只靠按推以热源，而不配合运动跟心理的调整，终将失败，还是这一句话。所以这样的结果我也不觉得意外。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很短了。然后吃西药当然是没有效，这个跟 吃不吃已经不是重点了。那我认为不吃是更好，但吃了又多了一个问题，便秘那不是更患者情绪更差吗？那情绪更差又不动那这个怎么好呢？好，我们继续看下来。当然体伤跟热人我刚刚已经讲过，所有疾病皆因体伤热人不足，这些没什么问题。但是要解决体伤及热人不足，以这位患者，我认为运动比按推跟热源更有效。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好，那这些我都已经回答了，那这样大家也了解我为什么会放梅结是中隔症。其实梅结是中隔症从一开始就比你严重，比你关节痛更严重。那这位患者也是求过西医，当西医宣判他这个病不会好，他一辈子都要这样，患者马上觉悟了，我再这样就没有效。然后他听完原始点虽然也知道要改善饮食，要懂得温热饮食然后要温敷然后偶尔按推他也不应该不是天天按推，他偶尔会去志工那里给他们按推一下，但他做了一件让他身体整个慢慢恢复的决定，那就是运动
我们刚刚也看这位梅杰是综合症的患者，这个影片我希望这位发问的患者或志工可以再多看几次，然后看这位梅杰是综合症他是怎么恢复的，我相信会给你很多的启示。那类似我说的，很多医学不管中医西医或原始点到最后都有它的极限，因为那都是有些是外来的，那原始点很明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患者，你看重病患者除了按推以热源那是往外追求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运动休息还有良好心态，而这三者恰恰是患者本身要去做的，也就是五项按推热源还有运动心态休息，前两项是可以由操作者来帮助你，但后三项是要患者你本身啊要有坚强的意志，坚强坚持运动，每天坚持运动，然后充分休息，而这三者都是患者要做，所以你光从前面这两项按推与热源就要想解决重病患者是力有未逮的，是不够的。我也请志工还有这位患者一定要了解真正能救你的是你自己啊。所以我常常讲按推与热源在重病患者我认为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运动。那运动虽然很重要，但心态更重要。如果你没有想要自己救自己，别人怎么来救你呢？好，这个患者我就回答到这里。提问二，我是乳癌患者，想咨询。癌肿瘤已经爆开，用原始点的方法已经小了很多很多，目前溃烂处正在收口，但就是每天在收口处的周边非常不舒服，有疼痛感，有针刺感，有痒，而且这些不适感是不停的在发生位置的变化。请问是乳癌在修复到收口、长新肉、新皮肤时都会有这些症状吗？用原始点按推背部大开关，或者做上肢体运动后，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是很快就又会出现。请问这种现象是不是所有的乳癌患者修复时的必经过程？希望得到您的答复，谢谢。请老师答疑。这位患者我们来看他的情况，乳癌他已经爆开了，那他用原始点的方法那个已经慢慢在收口溃烂处，但是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周边非常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有疼痛感、针刺感还有痒这三种，好，这三种其实都是属于症的不适感，虽然感觉位置有一点变化，但大部分都在这个患处周围。好，我们的压痛点跟疼痛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要找患处压痛点，那个压痛点是压了才会痛，平常患者是没有感觉疼痛，感觉疼痛的是属于症的不适感是不能按推的，但如果患者没有感觉痛，你在溃烂周围找出压痛点然后来按推，那这个压痛点是属于开关，大开关当然患处是小开关啦患处压痛点是小开关是治病的，那
有疼痛感是属于疾病的，啊，两个不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诊断与治疗都有讲。好，那么说来，这些不用按，它就有疼痛感、针刺感，还有痒，那这些感觉都属于症的不适感，啊，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所致，也就是它只要找到相对应的开关，就能解决。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好，那现在他们用原始点哈，按推背部大开关，或者做上肢，啊，上肢体运动后，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因为他如果有做到背部的大开关哈，配合运动，我认为症状会有改善。但是乳癌哈，它的患处哦，比如说上背部可以按推，一定有效。但有些如果靠侧胸，你还要按推肩部延时点，哦，甚至如果整个啊，对乳头对过来，还有肩胛骨内侧延伸，哦，都有可能有痛点，哦，也就是你只要把这些痛点找出来，按推，这些症的不适感就能缓解了。而这个不是修复时必经的过程哦，这个是症哦，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症的不适感。那之所以没有好，我认为，应该在按推出了问题啦，因为痛多属他处体伤，那如果按推，一定能解症，像这些刺针刺感啊、疼痛感，或痒，一般。以我的经验，只要按推完，几乎都可以立刻改善，不会像说好像有所缓解，它很快又会出来，除非体力很不好。但看得出来，他这些不是很严重啊，他没有讲他体力很差，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的解答就是不要想太多，这个应该是按推开关没有把体伤解决，才会让他的症状反反复复，而这个症不是体伤修复过程中必经的，不是的，那我的建议是，如果真的没有人帮你按推，那你就开始锻炼体力吧，就是开始配合运动啊，做什么运动呢？伏地挺身，也就是俯卧撑。包括你的肩部延时点还有上背部都可以因此而做到，那我相信对你的这些周围的疼痛一定会有改善。好，我就回答到这里。提问三：乳头凹陷，患者28岁，未婚，2021年8月份查出左乳浸润型，左腋窝有淋巴结，检查为疑似转移。左乳乳头凹陷，肿瘤在乳头下方，化疗了一次，从2021年9月份使用原始点方法调理。调理期间用的是凡士林加姜粉制成的姜膏。自从听到张医师直播说姜膏是寒凉，从2022年1月25日，我们才改用姜粉泥。按推方法也在按照张医师的教学视频不断改进。调理方法：一、按推时外热源使用。河南比较冷，所以之前用姜膏调理的时候是用的电热扇、红豆袋。改用姜粉泥以后，用电热扇和红豆袋的情况下，姜粉泥按推不开，所以我们改在汗蒸房内按推。汗蒸房内温度保持在33度左右，体感正好。在这种温度下，姜粉泥可以按推开，直到吸收。二、
现在的按推方法，家人帮助按推，一天两次。按推背部原始点，用胳膊肘从颈部开始向下按推，挤住两边原始点，按照原始点红线，按推两个肩胛骨内外侧原始点，按照原始点红线，按推患处、胸部周围压痛点。按推腋下淋巴，按推腋下淋巴结周围压痛点，按推胳膊上的原始点，按推腹部，按推原始点的同时，涂抹姜粉泥按推，直至姜粉泥吸收。见附件视频。三，内热源，喝姜水，干姜片30克加红参10克。一天三顿，吃姜丸50粒左右。请问，一，自从2021年8月份检查出肿瘤到现在，患者身体一直都很好，体力很好，跟以前一样。现在用原始点方法调理了5个月了。请问，按照原始点方法调理，以前的手脚冰凉已经得到了改善，请问这是体质改善了吗？什么情况属于改善体质了？是不是直到肿瘤消失才不用一天两次按推调理了？二，按照张医师教学处理乳癌的视频，按推肿瘤周围的压痛点，每次按推时感觉肿瘤根部变软变小，但是第二天再去按推时，就感觉没有变小，还是那么大。现在肿瘤周围的压痛点已经不痛了，按推了5个月，感觉肿瘤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比以前手感软了点。请问这个怎么处理？三，肿瘤消失，只有爆破流出血才能好吗？只有这一种方法吗？现在患者的肿瘤没有爆破的迹象。但是有变软的迹象。如果肿瘤不断变软，会不会通过粪便排出呢？四，患者体力很好，跟正常人一样，身体也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请问内热源按照这样的比例使用可以吗？五，现在按推5个多月了，肿瘤没有大的变化，按照原始点方法调理的话，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请问在这期间，肿瘤一直在身体里，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吗？会变大吗？六，听张医师说果不会生果，如果转移的话是因为他处有体伤，那怎么才能知道他没有？那怎么才能知道他处有没有体伤？是要把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都检查一遍吗？附按推影片。
请老师答疑。好，我们从他开始讲的第一段，我们开始来看哈。他有提出六个问题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乳头凹陷哈。好，这位患者哈，的叙述就是有淋巴结啊，左乳头凹陷，那肿瘤在乳头下方，化疗一次啊，然后化疗一次之后，他从2021年9月开始使用原始点调理。那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早期是用姜膏，姜膏就是由姜粉跟凡士林制作，但因为凡士林本身是寒的啦，这个也是最后我们就弃置不用，那所以最后直接涂姜粉泥，反而是更好的。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所以他也是看直播之后就跟我们一样改成姜粉泥，那他也按照我们教学视频不断改进。那我们来看他的问题，他是说按推外内热源，上一页，按推外热源的使用，他是说河南比较冷嘛，所以好，我们来看下面，他最后是用进入汗蒸房，下一页。那他汗蒸房他因为温度可以保持33度，然后对于姜粉泥的按推他觉得以前好像按推不开，那在这里就可以按推的开，应该跟汗蒸房是无关的。姜粉泥我认为推不开，有时候太稠了就推不开，所以这个反而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来改善，而不是在汗蒸房才能够使用。好，那不过在汗蒸房，因为它的温度可以得到控制，也不会受寒，那这样来涂，我认为这样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那现在按推方法，家人帮助按推1天2次。刚刚按推，我看他家人虽然手法不是很精准，但位置还可以，也就是脊椎两侧按推，这样看来应该还是有效。然后他在按推患处的时候，如果我能建议就是他一般是一直在挤压这个乳房，推乳房的那个。那如果像这种浮动的硬块是会随着你压而动来动去的，可以考虑沿着肋骨，也就是胸肋骨与骨之间，然后我们在以前视频有教就是用3根指头沿着肋骨旁然后轻轻按下去，然后按下去才推，这样推应该会找到痛点，那这样的痛点按推比较准确，因为他没有爆掉，这个患者没有爆掉，那没有爆掉他只是胸部他会那个肉你按推的时候他会晃来晃去，所以我看操作者会涂姜粉泥，顺便在这个胸部这样按摩，有这种按摩的感觉，但是真正要找到压痛点，我的建议还是要就是沿着胸肋骨就是在胸部下面骨找出骨旁来按，这里应该可以找到压痛点。那如果周围那个硬块周围有痛点，当然可以，但是依我看，但晃它因为浮动好像没有根会动来动去，一般周围很难找压痛点，反而
大部分都是在胸肋骨骨与骨之间，所以按推这里我认为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找压痛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那在淋巴周围它有找到压痛点，那也按推胳膊上应该是肩部延时点，还有按推腹部，按推原始点的，它有按推腹部，那就是在患处周围找。好，那如果只是胸部的话，按推腹部是不必要的。但是我看这位按推，他是不是怕他转移，他连整条脊椎都，我看刚刚在按，也都按到下背部来，全部都在按推了。好，那这个就当保养吧，那按推腹部也当保养。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做，但真正的要找痛点应该是上背部。一般如果有胸部有硬结、肿块、肿瘤，尤其肿瘤，一般在上背部大部分都可以找到压痛点。我的经验是应该可以找得到，然后再配合按推。好，那他也有讲他配合喝姜水。好，我们来看干姜啦、生加红生，然后还有一天吃三餐姜丸50粒。好，我们看下面。好，那等于他按推与热源都做到位。好，他还没有问，我现在要把它归类好，也要让大家了解。我们说肿瘤一般是属于异常形态。那异常形态，因为它既非症也非状，所以是老而非病，属于老，老化而形成的，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在原始点对肿瘤的看法是这样。好，那要解决这个异常形态，老病，这个原始点还是可以处理的。原始点就是这些异常形态跟状一样，大部分都是在患处体上找压痛点。但我们也说过，在解决患处之前一定要找大开关，这个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好，那患者这样的按推调理，那包括就是从2021年8月肿瘤到现在，他感觉身体一直很好，体力也很好，那就是很简单。他讲到这里就是体力很好，那我说这个是属于异常形态。那这个是如果勉强讲这位是患者的话，那这个不是重病患者，他属轻重症。那轻重症我们应该是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所以简单的讲，他上面喝到那么多的姜汤，还有外热源也这么重视，当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啦。但在我看法，还是以按推为主，按推为主，热源为辅，甚至来配合运动，比如说伏地挺身，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他以前体质就是手脚有冰凉，现在改善了，这是不是体质改善了？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对呀，你手脚冰冷，那现在手脚不冰冷，然后因为现在也因为有这些外内热源的补充，这确实是已经改善了。可见外内热源对他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他的问题，好，那是不是直到肿瘤消失才不用一天两次按推调理？因为他看不出有症状啊，他就是有一个肿瘤异常形态，他要解决，因为他没有症状，在我看法，一天一次。
到两次都可以，啊，那甚至如果哦，体力都很好，在我看法，有时候两天一次也没有关系啊，啊，好，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消失啊，消失才啊不用一天两次，你要当。因为他既然没有症状，体力又很好的情况下，以按推为主的话，那一天有时候一次，哦，或是两天一次，啊，这些都可以，啊。好，那我们来看他第二个问题，按推啊，视频肿瘤周围的压痛点，这个我刚刚有回答到了，哦，一般。因为它是浮动的，会飘来飘去，最好还是沿着胸肋骨旁，哦，这样按，然后这样推，哦，用三指撑开，然后按推。这个以前视频我有讲过，那每次按推时，肿瘤会变软变小，啊，这个在很多患者，哦，我们都有很多患者反映，确实按完。很多都会变软变小，那在我看法，这个应该就算改善了。但是他说，也没有变小，还是那么大。他在乎的是，那按推的时候有变小，后来又还是回到原状，啊，好像到最后他这几个月下来，啊，感觉不大不小，就是照好像那个肿瘤跟原来的一样大。好，我们来看下面。那他认为肿瘤周围的压痛点已经不痛了。我的感觉是，他所谓的周围一定是因为我看他在搓是搓肿瘤，肿瘤那个浮动的压来压去，应该压痛点不是在那里，压痛点我认为应该是在根部，就是在胸肋骨旁那里，你再按按看，应该还有压痛点。那按推五个月，肿瘤没有变化，啊，只是感觉比较软。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好，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再找找看胸肋间。但如果它已经变软，我认为还是有改善的，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哦，已经有改善，啊，也不需要担心。啊，如果要再找压痛点，应该是沿着胸肋间。可以参考我们的以前的影片。好，那肿瘤消失只有爆破出血才能好吗？只有这种方法吗？现在患者肿瘤没有爆破的迹象。好，我们看下面。但是变软，有变软的迹象，如果肿瘤不断变软，会不会通过便粪排出呢？这个我应该是这样回答了，不是每个人一定要爆掉，尤其像这个它是长有硬结肿块的肿瘤，它会晃来晃去，周围压痛点也都压过了，然后肿瘤也变软了，然后下面那个压痛点也按按看，它应该还会变软，它变软，它有些就会变小，它慢慢变小，所以。不一定说要爆掉才会，才会变小变软，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是爆掉，已经爆掉了，那你按推周围一定有压痛点，然后还会流出组织液跟血液，而有些你按推把周围的压痛点，按推完之后，然后它肿瘤你会看好像慢慢变肿胀，然后皮变薄，哦，那这个这一类型的，哦，就会爆开，那爆开它肿瘤就会很快速变小。那如果像这位患者，我看他那个皮肉，哦，外表来看不出他有一定要爆破，那如果有变软变小就好了，哦，不一定是说，哦，要等肿瘤爆开了才会变小，甚至才会好。
那也不是说一定要通过粪便排除出来，那它本来就是自己啊，就是因为体香跟热能不足而形成的一种果。当然你体香热能不足改善，它就慢慢融化掉，而不是说一定要借由哪里出来，哦，好像有进有出，哦，那如果是这样，那肿瘤的形成它又从哪里进来的呢？因为你要让它出去，那它又怎么进来的？所以它不是在进出，它是慢慢形成的。那形成它的因你化解了，果自然也化解了，而不是一定要，哦，把它排除到体外来。好，这个是我的回答。那他第四个问题，哦，就是现在患者体力很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哦，也没有不舒服感，也就是简单的讲，啊，他根本没有什么症状。那请问内热炎按推这样的比例使用可以吗？他跟正常人一样，那就是以按推为主，热炎为辅啊。那热炎我认为不需要那么重，啊，就都可以减量都没有问题。但因为他顾虑到之前他有手脚冰冷，啊，那这些对他也有帮助，啊，所以他应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认为热炎不需要那么重，反而可以考虑加强运动，也就是我说的，啊，可以考虑平常要做伏地挺身，啊，这一部分。那按推没有问题，按推天天按都可以，尤其以大开关为主，然后周围，哦，我说的在胸部下面的胸肋间骨旁再找找看有没有压痛点。好，我们再来看他下面的问题，下一页。好，现在五个月了，肿瘤，没有太大变化，那调理也有一个过程了，肿瘤一直在身体，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会变大吗？好，这个会造成什么身体影响？你从检查到现在五个多月，它有影响你什么吗？根本没有嘛。那这个就是已经肿瘤给你的答案了嘛。哦，你还问我，哦，还有会变大吗？好，那这个你也知道了，五个月了，你这样处理。它有变大吗？你不是说没大没小了吗？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吗？那这样就可以，而且它还有变软呢，欸。我认为这应该是有改善的啦。好，第五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好，我们去继续看下一页。听说果不生果啊，转移啊，是不是因为他处有体香？原始点没有转移的果。果又没有长脚，它自己跑转移到哪里去？它会跑到哪里去？但西医常常就会用转移，好像这个肿瘤会跑来跑去。肿瘤怎么跑呢？啊，它在如果说啊，比如乳癌好了，乳癌他们西医常常讲，最容易转移的就是肺部还有骨头嘛。啊，那如果你担心这些。其实它转移到骨头也好，骨头如果有肿瘤也好，或是肺部有肿瘤也好，其实它不一定有症状。那你如果要如果你很担心这个被西医吓坏的说有转移这个词，那你要知道怎么处理，那也很简单啦，你还是要处理上背部啊。你把按推看看有没有压痛点，如果有把它解决了就好。啊，没有体香它就不会产生果嘛。哦，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担心它转移哪里呢？是肺癌呢？还是骨头呢？还是远处转移呢？如果你担心远处转移，那你就要一条脊椎都按下来，按到肩椎、臀部，你都最好按按看。哦，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如果有压痛点，你就把它解决就好。啊，其他的你就配合运动。啊，在我看法，你不是很严重，因为你体力真的还不错，所以顶多就是勉强讲，你就是一个轻重症而已啦，哦，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那我所有的回答就到这里。
志工答疑分享。提问一：严重伤口和红肿如何处理？我先生糖尿病15年，断断续续吃药5年，由于药物导致身体不适，加上认识原始点，所以完全不服用药物，买了检测器也不再检测。对于原始点的食物控制方面，没很好跟从，运动也没，认为平时工作在公司走动也很劳累。7年前认识原始点后，我在家中都尽量用原始点来处理自己与家人的疾病，手法不是很正确，不过深深感受原始点的魅力，感恩张医师无私的奉献人类，让我们免除对疾病的恐惧和劳民伤财。丈夫双腿麻痹已5年，去年双脚不同月份肿痛，后来用原始点治疗好。上2个月，他打了3剂疫苗，跨出诊所，整个左手臂马上冰冷的像 ice cream 冰淇淋，直到4小时要睡觉前，左手臂还是冰冷的。他后来几天都每天吞几粒姜粉，我装在胶囊，每天晚上睡水暖垫。这2个月来，他每天都很疲倦，经常有副作用，心跳很快，头晕，头痛，发冷，寒颤，每天咳嗽，说是喉咙不舒服，有喷姜粉，经常有煮姜汤给他喝。上个月左半身完全麻痹，他就用远红外线最高温照脚，结果烫伤起水泡。因为他上班忙碌又无法请假，整个人累到快垮了，脚发脓恶臭，擦姜粉和涂姜泥也没进展。之前为了拿病假去诊所洗伤口，结果挖掉腐肉，然后发炎伤口更加深，一直出脓无法干，请问该怎样处理？洛杉矶团队回答：一，原始点是一门生活化的医学，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落实操作。因疾病有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操作者需正确善用按推及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才可提升体力、自愈力，疗愈疾病，重回健康。虽然你说7年前认识原始点，但也说手法不很正确，患者食物控制方面及运动也不到位，是不是各医疗保健知识善源没有落实，而原始点应用是有名无实？二，疫苗极寒，体弱者接种后会严重消耗热能，加重体伤而产生症状。你描述先生最近的症状，首先是重症，但症状若更加严重则属恶化，若有体力虚弱病症即为重病，较具危险性。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为了保命，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三，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需在身体的承受范围下，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若有疮口则只能用姜汤处理，但若患者觉得浓姜汤太刺激而不愿接受，亦可改用淡姜汤或淡参汤
或淡姜参汤。处理创口，除透过电热器外，创口周围还可用姜粉或姜粉泥等温敷，然后配合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再用浓姜汤清洗从创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处理干净后，创口需保持干爽透气，避免使用纱布或保鲜膜等包扎，请参考重病处理章节。四，张医师最近每周的直播有教手法及实作，最新手册有更丰富和易学的资料，请参考。如果你们是用原始点以自救，必须努力学正规观念，落实善缘，严格执行，不能马虎，才可转危为安。请老师补充说明。哦，回答得非常好。那很明显，这个患者打疫苗之后，就变成重病了，因为他还会怕冷，整个手臂像，冰淇淋这样，那这个一看起来后续的，当然就要赶紧加强，外内热源的补充了，即便按推，还不是很纯熟。但如果懂得方法，懂得赶快用外内热源，也可以改善。那我们的志工所有的回答都已经很到位，这一部分我就不再多说了。好，提问二：一，请问保健每天服用姜片或姜粉或姜丸多少分量比较好？平时我自己没有准则，以前我用包熬干姜片，最近晚上用滚水放入保温壶中，第二天用不锈钢包熬20分钟，可行吗？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好，应该如何？二，请问手机上的 Facebook 与计算机上的 Facebook是否有些不一样？由于原始点基金会的 Facebook 很多，恐怕弄错，请给我官方 Facebook。 洛杉矶团队回答：一，法无定法，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都要考虑个体差异，内热源用量值多寡及其药性之强弱，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如果患者身体康复，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并加强运动即可，当作保健长期服用，可用淡姜汤、干姜片或姜粉，提供参考，成人每日可用5克以下。建议使用陶瓷锅，以普通炉灶或瓦斯炉大火煮开后改小火，或用电药火熬煮，以不同器具约需2至4.5个小时不等，期间尽量不要掀盖，关键在浓度。姜汤要浓缩至所加水量的1/3，如5碗水，熬至剩1.7碗。热姜汤煮好后，用滤网过滤，应存放在保温杯中，宜需要服用，但不宜久存超过12小时。请参考姜的应用章节。二，基金会官方的 Facebook 链接是 www.facebook.com/ysd.wanshidian。 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志工回答的已经很好了，这个我就不再补充了。好，就这样。
提问三，这几天我有用原始点治疗四年高音左耳鸣，按推耳朵外围的筋和前耳边，然后热敷，真的三天就痊愈了90%。一直都有按耳后原始点，但是不见效。我想耳后的原始点大开关，应该很严重的才会有效。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到更多耳鸣困烦的人。感恩。洛杉矶团队回答：恭喜你，耳鸣是正的功能紊乱，或属他处体伤，或属患处体伤所致。关键在是否他处或患处体伤，不论严重或不严重，必须先按耳后原始点大开关。张医师有谈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原始痛点是大开关，而患处痛点是小开关。此小开关必须在按推大开关无立即知效后才能使用，但因它可就近解除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以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逮，所以是医疗治病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始痛点的大开关可立即解除他处体伤。请老师补充说明。啊，志工回答的也很好，这个就这样回答就可以了。啊，我没有补充的。提问四，我2018年体检查出右肺中叶有一个3公分的肿瘤，先是在家由妻子帮助做原始点，于各方面都没做好，肿瘤不断长大，家人和亲朋强烈要求我去手术。至2019年8月手术时，肿瘤由最初的3公分长，至2019年8月手术时，肿瘤由最初的3公分长到了6公分。手术把肿瘤和整个右肺中叶都切除了。术后我坚持不做放疗和化疗，但仍然在家继续做原始点。原以为能够控制住，身体会慢慢康复。可是直到2021年3月，身体不仅没有康复，心口和右肺的疼痛感一直都有，还有加重的情况。于是再次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右肺上叶下端又长了一个2公分的肿瘤。这次我不敢再在家自行用原始点调理了，便去了原始点康复馆，请有经验的技师帮忙调理。具体做法如下：一，隔一天全身按推一次，按推前后各温敷30分钟左右；二，晚上整晚睡红豆袋，温敷33度左右，有时高点，有时低点；三，每天白天用100克干姜片、30克红参片熬汤喝，姜片、参片都熬2遍。四，每天爬楼梯100层以上。五，饮食基本上是吃纯素。六，不按推时就做艾灸和温敷运动。我在原始点康复馆调理了3个月后，就回家照此方法自行调理，各方面做的基本上跟在康复馆一样。原始点康复馆的技师说应该没问题，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半年后，肿瘤有2公分长大到了3公分，而且还在双肺多处扩散， CT 可见左右肺都有多个结节。
目前我的心口常常不舒服，左右肺有间歇性疼痛，但痛点不固定，体力还不错，没有明显变化，只是上楼时有点感觉气短，可能是肺叶切除的缘故吧。而且膝盖酸软，饮食睡眠都很正常，请问上述做法到底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洛杉矶团队回答，癌肿瘤是异常形态，与发白变皱一样，都是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现象，提醒我们体内代谢变差，该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癌肿瘤的有无、大小、多寡及癌指数的高低跟生死无关，而是与热能、体力有关。所以分析病情好重，所以分析病情轻重好坏，不需参考癌肿瘤乃至癌指数的变化，需参考患者的体力变化即可。手术的破坏性、杀伤力很大，会使患者的热能严重消耗，体力瞬间变差，即使侥幸挺过来，因身体已遭严重破坏。若不努力改变生活方式，以改善热能不足及体伤，癌肿瘤很快就会复发扩散。这与把冰块敲碎，冰块暂时不见了，但温度不变，仍会结冰，是同一道理。癌肿瘤是由患处体伤所致，通过按推原始痛点及患处痛点，配合外热源温敷，可解除症状，又可使癌肿瘤缩小乃至消失。保健医疗方法从因处理，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即在生活中通过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积极地把体力调整好。善用热源，主要是以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直接用于体伤位置。例如，可先于体伤位置用温热水冲洗，或电热器持续温敷，等皮肤温暖，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姜粉泥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如此来回两到三遍，再用温热水冲洗后，以其他外热源，如电热吹风机、电热器、红豆袋等温敷，或不经温热水冲洗，直接用其他外热源温敷，温敷后再辅以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解除体伤所致之症状乃至异常形态，手法非常重要，一定要到位。运动方式有多种，可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比如咳嗽、胸闷等病症，可选择伏地挺身，运动亦需量力而为。患者应避免寒凉与劳累及澄清思虑，反观自省，避免情绪大幅波动。你说体力还不错，饮食睡眠都很正常，继续努力吧。请参考张医师每周的直播教手法、实作及最新手册，也可参考癌肿瘤案例，例如肝癌肺转移案例，请老师补充说明。好，我们志工回答大致都回答得很好。那这位提问者他之所以去给人家按推完回来这一段时间还会胸闷胸痛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手法手法要注意。那也就是志工有提醒了这个手法很重要。
那如果实在没有人帮你的话，哦，一定要懂得运动，哦，加强上背部的运动，哦，这个志工也有提到，只要往这一个方向，哦，加强，我认为这些，哦，你担心的，哦，肿瘤应该会改善。那肿瘤都是由，哦，体相及热能不足，所以按推，哦，热源都相当重要。如果没有按推，哦，那一定要记得加强，哦，配合上背部的运动。好，我就补充到这里。好，谢谢老师。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我就下个礼拜再见了。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